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姐夫。公益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姐夫今天又要开箱。姐夫分期付款买了一组强化玻璃耐热透明锅。煮东西的时候看得见食物在里面翻滚，感觉起来蛮酷的。今天刚送来，我们一起打开它，然后试试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箱。哇，主角哦，不是主角，这是配角，这才是主角，这是正品，这也是正品，这也是正品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打开它。先等一下，使用说明保证卡，哇，5公升，另外一个，2.5公升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是碗，2个碗，还好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盘子，它可以直接在锅子上面，可以直接在瓦斯炉上面煮。那你们试试看吧。嗯，没有密合，本来就这样子还是瑕疵品。好，不管了。待会我们把它试一试，等我一下。姐夫准备了两个炉子，一个是电的炉，好，另外一个是瓦斯炉。我们来，然后锅子我已经洗干净了，里面也是放的是干净的水。我们先来煮水，试试看。开始不要太大。用过这个锅子，蛮好奇，也蛮兴奋。不过这个5公升的感觉起来可以煮很多东西耶。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炖汤、羊肉炉、要炖排骨、八骨腿、麻油鸡，应该都可以用。盖子没有密合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瓦斯比较快，因为瓦斯火力比较大，有股味道，不知道是哪里，应该不是锅子。哎，那既然我们煮水了，那是不是也来？这些东西试试看，是没有材料，找一下。找到一包泡面，不知道是谁的，没关系，先把它吃掉。那看看还有没有别的，那就一定要煮个蛋咯。好，2颗鸡蛋还是好一点。哎，嘿嘿，
面加泡菜，感觉起来不错。还有肉片，营养丰富。这边还有一点荷兰豆，不知道放多久，如果没有坏。颜色有点不太好，好，塞点绿色的荷兰豆，没有青菜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，一包泡面，两颗鸡蛋。找到宝，两颗鲍鱼，哇，刚好。我们现在分享一下五星级，陆海空都有，没有陆没有。那个，来抓。哇，冒烟了哦，开始热了。哇，这是要收好，然后就着火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煮泡面喽。煮两颗水波蛋，调味料，油葱。好香哦！妈妈面是我小时候的回忆，记得它刚出来的时候是我国小五年级、六年级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因为顽皮，有同学带妈妈面去当午餐，嘴巴贱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，结果就被女同学回家告状，她隔天就来抄我。其实嘴巴贱是因为，老实说，蛮喜欢那个女生的，所以嘴巴才会贱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。其实啊，小时候欺负你的人都是喜欢你的，想要引起你的注意。哇，这个蛋看起来不错脸了。好，这个蛋我们先换，把它换一个家好了。换一个家，那煮什么嘞？可以在这里直接煮，没关系。煮面，煮九口。电炉这个，不是我电炉有问题，还是怎么样？好慢，然后瓦斯炉这个我不敢开太大的，万一爆掉，爆出来谁的？看得到吗？不知道。有啦，看得到。来，准备一个碗，大的这个有在滚呢，还真的会滚。好，面不要煮太烂，小碗吃，捞起来。来烫肉，哇！今天这个泡面真的是很丰富，有肉啊，滚了滚了滚了，是小滚而已。
炒的。好，上菜。荷兰豆不用煮太久，捞起来。好，这样。肉片。泡菜，泡菜放中间，淋上汤，好香哦！好了，姐夫牌，宇宙无敌，世界超丰富，泡面。好啦，今天只是要来试一下这个锅子，那也没有准备什么材料，那你就凑合着凑合着吧，反正我也还没吃午餐。好，看起来这两样表现都还不错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不要了吧，每个都要取名字，我哪里记得起来那么多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就叫晶晶吧。